晒后镇定、修复很好的一个成分叫紫根，都有，它是一个万用的修复膏，它就是用这个紫根的萃取。然后呢，像紫根在日本啊皇室的贵族里面呢，他们是他们很棒的美容的药草，统称为美容草之称。这个紫根是祖红天王哦，对，因为第一个祖红的意思就是主发炎，没错，对，我要先让我皮肤发炎的因子降下来了，我皮肤反映出来的红的状况是不太一样。看我现在摸起来是有点水水焦焦的，对，对，因为它会让你皮肤吸收。天后珍珠加酒粕，对的，这个滋养面膜，第一个它里面是一颗一颗圆脆的珍珠呢，一颗一颗萃取，去低温萃取出来，研磨出来之后呢，放到这一瓶里面来，所以呢，珍珠本身它就可以帮助肌肤有一种滋养的功能，皮肤会比较嫩白，甚至会比较有好气色的效果。好夸张，哎，好夸张，我上面这只好皱哦，上面这些阴影就比较多，因为第一个比较干，你上面那只手好老啊，这边就变得比较嫩，有没有？对。很快回来，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，因为连我这种黑肉的，你看我现在两只手，你看得出来是同一个人吗？你看得出来我是同一个人吗？你真的用这款对你比较有效，不要用太，不要用酸的啦，有哎，真的哎，我超明显的，好明显哦，很明显哎。